大家好呀，我是爷爷。早上起来就来大棚，这不算大棚，这是露天养肉肉的地方。今天早上还没洗脸就出来了，就不对着镜头跟大家打招呼了。这会儿我们要去挑肉肉。哦，咋、哦、这么洗手？莫耽误我洗手。这是云南的洗手方法，是没有水的时候。来，来一点。好嘞，打擦不擦了，还有点点脏。给大家看两颗肉肉，我超喜欢，但是这个没办法发货，我要带回四川的。当当当当，阿伦培坠化，我怎么觉得这会儿有点反光？太早了吗？这边来，阿伦培坠化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你看，这个板子好漂亮呀！你看这里，这里还有这一个，这里。这也坠化了，我要把这两颗带回四川去，因为没办法发，我要拿回家养着，太美了，这两颗。然后这边我还挑了彩虹糖，早上看这彩虹糖待会儿拿过去给大家配套餐的，超漂亮。那边还有好多，我还要再挑一筐子。然后这边挑的是那个阿伦培，正在整理那个红粉佳人，昨天的红粉佳人都没有了，这边还有一些老张的红粉佳人，这会儿还在里枯叶。看这个全是枯叶自然消耗掉的叶子弄出来，里面的装置好老，这个红粉佳人都特别老的装置，这个全部都是木质化的。选彩虹糖，你不要拍。没洗面，待会儿本来也没画眉毛，影响视觉效果。选彩虹糖。太阳，这边的紫外线就是好强哦。选这种头多的，选那种尽量选头多的，还有颜色好的。我的哥哥。嗯，光照太强烈了，这会儿拍照好看点吧。先换了这个，昨天没有消的，今天照的消的。对。刚出来的时候都没有。嗯。这开始了。大雪朵朵坠。千万莫把我的两颗阿伦培坠化搞忘了。你妈，反正我走的时候舍不得故意让我搞忘哈。半个小时一次。音乐吗？不是。哎，他叫啥名字？哇，今天蓝苹果好漂亮。这太多了，眼睛都挑花。都是好的。你看看这些，嘿，那脏到地下来的根系，很好好。啊，土豆吗？我种这个。嗯。不种么也不整我们个破。那你啥子品种？啊，这是今天早上挑过来的那些肉肉，这会儿有点反光，太阳出来了。然后这边是昨天比较匆忙，就没有挑多少，这是昨天帮大家挑的肉肉，待会儿要拿过去脱土的。这红枝玉锦绮罗，其实我觉得这两天晚霞还挺好看的，这有点反光呀，看到哪儿都是晃亮的。大的山石锦缀化绮罗芷乐，这边的娜娜小沟星豹，看这些绮罗，这个是那个慈禧。其实我觉得最近的这个吉善儿挺好看的颜色。这边的这是配的套餐，我待会儿再给大家配一些套餐，套餐其实合计下来的话还是比较划算的。那些都用大筐子装着的，这大口红我超喜欢，下面好多仔仔，超多仔。今天的太阳又是热情失火，我估计我从云南回去你们都快认不到我了，得晒得漆黑。